起摇摆，三二一 clap Saturday night，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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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补充益生菌，畅享每一天。伊利每一天提醒您本期看点。好乐街社团招新大会，两大社团招兵买马。我是很难早睡的早睡社，加入早起社，票房能大卖。已经开始招新了。有时欢喜，有时愁。我不想加入你的社团。魏大勋，我不想去你的早起社。来，把你社长的位置让出来。心动考验，你走过去，为了能帮到他，此时你会输给你。这样，我就不会输给别人了吧？我就不会输给别人了吧？太会了吧！131，救命！救命！看到他侧脸很帅，结果被他发现了。你是在拍我吗？此时你会。哎，你们看小丁的耳朵。救命！雷要不就去死一死啊！新朋旧友，看见没？谁能技高一筹？你们搞什么？今晚社团招新大战，啥恩怨呢？不见不散。你好，星期六首届合作伙伴伊利每一天，补充益生菌，畅享每一天。你好，星期六超级合作伙伴必胜客，必胜客好六，好吃好玩又好六。淘宝，你好星期六。下节更精彩，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。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，上淘宝好货好价淘不尽，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。欢迎大家，今天好六街非常的热闹，我们来了很多年轻的朋友们。首先是8月22号上映跟大家见面的电影念念相忘的朋友们，欢迎大家，来打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浩存，在电影念念相忘中饰演许念念，也许的许，念念不忘的念，是一个有点酷飒的女孩。好，欢迎念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宋威龙，在念念相忘里饰演杨四火，是一个给大家带来能量的男孩。欢迎四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成，在念念相忘中饰演陆望，是四火的好兄弟，也是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班级里都有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。谢谢大家。欢迎我。他看着好乖啊。下面是我们好乐街的老朋友了，我们的子怡回来了，欢迎，又瘦了又瘦了，谢谢谢谢。另外也是我们大勋回来了，大家好，我是魏大勋，欢迎大勋。另外呢，大家最好的朋友，我们的歌手演员范世琦，欢迎范范，大家好大家好。
范范有新歌，这个新歌的名字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我的新专辑的名字叫做普鲁斯特。什么叫普鲁斯特呀？普鲁斯特其实它是一种效应，就是说当你闻到一种味道，会勾起你某一段时间特定的一个回忆。哦，好高级的样子啊。特定的回忆就是某一个味道会代表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，闻到那个味道就一闻，嗯，这条街的油烟味以前在这摆过麻辣烫也可以哦，有点那意思，记忆中的味道哈。普鲁斯特好，新的专辑其实呢播出的时候呢暑期已经要结束了，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朋友要迎接这个新的学期。那新的学期呢其实开学之后很多同学会加入这个兴趣社团，今天好六街呢要举办第一届的这个社团招新大会，但是呢我听说有几百个社团参与了，可是有两个比较的冷清是吗？因为其他的社团都能够自己招到新，只有这两个社团好像不是很受欢迎。对，刚刚那个社长来发传单的时候相当的卑微，因为真没人特别冷清，就像那种健身什么游泳了解一下那种感觉啊。来介绍一下两位社长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子毅还有大勋。哎呀，好好好，来介绍一下你们是什么社好不好。我是很难早睡的早睡社，但是呢如果你早睡晚起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这一天非常的快乐。早睡啊，你早睡的概念是大概几点就要睡了？早睡是多早多早？就是12点之前吧。晚起是多晚起？晚起就是12点左右吧。这也睡半天，睡半天，睡一个对折，啥也不干，就在床上待着，睡半天。OK， 我觉得他对早睡好像有一定的误解。那大勋，你是什么社？早起社。哎呦，早起，中午12点睡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鸟儿，社长可是怎么还紧张到那什么？那请问，如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话，那早起的虫儿是被鸟吃？那早起的人儿不受罚。哦，不受罚。对对。哎呀，什么意思？加入早起社，票房能大卖。哎呦，已经开始拉新了，已经开始拉新了，我的天哪！完了，没想到我有备而来。好的，今天我们两个社团将会分为3轮进行比拼，每轮比拼获胜的社团呢可以获得我们更多的徽章，后3名就要接受我们的惩罚，最后我们社员呢进行投票给我们的社长，人气比较低的社长呢也要接受这个惩罚。哦，他俩 B 二选一 ，Yes， 高兴的太开，怪不得让他们当社长呢，这次要加油。补充益生菌，畅享每一天。伊利每一天提醒您消耗看点，默契出走，你画我猜。第二个字。啊！不要跟我害羞，答题快点。怎么？什么情对象？我。你亲对象？救命啊！您好，星期六首届合作伙伴伊利每一天，补充益生菌，畅享每一天。你好，星期六超级合作伙伴必胜客，必胜客好六，好吃好玩又好六。淘宝，你好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淘宝，你好星期六，现在继续。那现在呢，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比拼分组，来开始喽。好的，我们社员呢会依次出列，然后和该社团的社长呢进行比拼。比拼的方式呢有两种，一个是运气，一个是反应力，二选一。如果社员胜利的话呢，就可以加入自己心仪的另一个社团；如果社员输了的话呢，就只能加入该社团。在开始之前，请问两位社长有什么想要对社员们喊话的吗？来，先来孟姐，加入我们早起社吧。你是早睡社。加入我们早起社吧。你是早睡社的大姐，加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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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吧，来吧，过来吧，过来吧，变成一个社了哈，早起早睡社。刚刚开个玩笑，我们没有觉得是玩笑，刚才一定是真实的口误。好笑啊，来，早睡社啊，来，加入我们早睡社吧，加入我们早睡社，你就会超级超级快乐，超级超级快乐。我好快乐。好好，大勋社长，加入我们早起社吧！加入我们早起社，你会超级抄袭，超级超级抄袭！你确实在抄袭，你确实抄袭了别人的口号。超级超级开心，
哇，毫无诱惑力，就一个开心一个快乐呗。对对对，那第一位是谁啊？来来，弟弟，来来吧。社长们好，我是丁程星啊，大三了。那个学长委曲求全的想加入一下你们的社团，但是大勋哥，你我不想加入你的社团，我不想加入你的社团。哇！难道我要用游戏一次一次挽留这些队员？那个弟弟，你玩哪个？水平，好好好好，看你有没有水平，看你有没有水平，弟弟加油！我们团经常干这个，让小丁先来吧。好，可以，机会给到你了啊！我怕你没没机会了，对，机会给到他，来，弟弟一把中，来，走，哇，我都有点紧张。我们团经常干这个，对，来，弟弟一把中，来。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真的差一点，来吧，弟弟。来吧，弟弟。哎、哦、呦，这么自信吗，社长？拜拜了，社长。先放点狠话呗。啊！真的很帅。真的很帅，真的很帅。没装到，没装到。如果成功了就更帅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留下来，留下来。对对对，这样很帅。走走 走, 走，我们团经常干这个。哎呀，痛失一个爱将。拜拜了，社长。接下来有请龙龙、宋威龙。孟子义，我不要加入你的队伍，因为你刚才没有说票房大卖，我说我要加入魏大勋的队伍。直接来吧，直接来。你得跟我玩游戏，你得跟我玩游戏。对，你得先赢了再说。你玩哪个？行，那我也水平吧，帅一下。好，帅一下。谁先扔呀？谁先扔啊？啊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可以，来，好。你先吧，我先。那你们石头剪刀布的意义是？怎么输了的人先呢？哎呀。醉了吧，龙龙，被他装到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好，现在呢，祝贺我们那个龙龙如愿以偿加入了早起社。接下来上场的是刘浩存，有请。社长们好，我抱歉啦，大勋哥，我不想去你的早起社。不想早起，来吧，就是打手，你俩玩打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来，哇，看谁先打到三次，好不好？石头剪刀布，赢的先打。先打，对，好，好，对，妹妹先打，不要慌啊。他然后是这么打是吗？不是，你躲就行。啊啊，好了。什么时候开始、啊？现在开始，来，好，医生。什么时候开始、啊？现在开始，来，好，医生。Are you okay？ 一比零，一比零，好，然后到大勋哥打你，到大勋哥打你。我打他是吧？对对对。哇！哇，打中了，一比一，这个咱下不去了。打到好，二比一。哇哇，二比二，你俩反应差不多哈。现在只要浩存再打到，他就赢你了。哦，好，他就可以去早睡社了。只要浩存再打到，他就赢你了。打到了，好，祝贺刘浩存加入我们的早睡社。我打出汗了都。好，那下面还有两个宝宝啊，一个是老秦，一个是范范，这两个都非常的厉害。而这边的大勋其实只有一个人选了，等于有一队会是只有四个人。是的，这个意思。好，现在首先由我们的老秦来进行选择，秦霄贤同学。秦霄贤，
魏大勋，我不想去你早起社，来，咱俩打手，来，打手。我不想跟你打手。老秦怎么今天有点霸气，我感觉是不是？你特别想老师。你是想打手还是想打我？我看石头剪刀布决定谁，因为先发的人比较有优势，好吧？来，石头剪刀布，赢的先打。来，石头剪刀布，赢的先打。好，老秦先打。哇哦！哇哦！我的天！好，开始。你要跟我平行的，好吧？来，我来，1-0，这有点技术含量，没事，你赢回来，赢回来，赢回来。你打他，你打我，习惯被打，打得漂亮了，1-1。打我这两根是不是？还给你，来。你要放到这儿，咱们俩平行。这样，哇！2-1，好痛啊！这个、哎、他打得好响 啊！哎，动！你不能动、啊！你在干什么？跳舞！哎，没打到！你不能动啊！你不……哎，没打到！没打到！攻守交换，现在的比分是2-1。哇，你现在很翻过来。哎，大勋都出汗了，哇！3-1，恭喜我们的秦霄贤。我换队，把你社长的位置让出来。这个社长没有什么好的。我跟你说，大勋，你被打了这几轮之后，龙龙说他要换队。真的，这个社长我来了。别着急，后面都是我的强项，这个不行。好的，已经手已经。你最好是。是这样的啊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目前的情况呢，就是两边已经组成了两个社团，但是呢，我们在每一轮游戏之后，每一位社员还可以根据社长的表现进行调换。是的，你可以不用跟着这位社长走到最后，是的，好不好？那泽林，我们接下来是什么环节？打开淘宝搜淘出666，一起互动抢好礼，限定福利，还有机会赢取666元的红包哦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心有灵犀环节。好的，现在两个社团呢已经做好了。我们首先呢第一个版本呢叫做动物版的你画我猜。我们将会有一个队员站在这个气球的下面，用动物的教育来进行描述。其他人呢来猜题，回答正确的话呢，我们就换描述人。头上的气球如果爆炸的话呢，答题就结束。然后答对几题积几分。首先要进行挑战的是我们的丁晨星、秦霄贤和刘浩存。好，加油啊！因为要用鸭子的声音，所以呢要戴上小鸭子的发卡。嘎嘎嘎，可爱的啊！是这样的，嘎嘎嘎嘎嘎，就用这个方式，好不好？我建议大家统一都要这样，比如说题目出来之后，他就会嘎嘎嘎嘎嘎，就表示几个字，好不好？准备啊，答题开始。哦，嘎嘎两个字，嘎嘎嘎，我你嘎，吃饭洗澡，长发女孩，嘎，长发情侣，嘎嘎嘎，面对面，对，在干嘛？喝咖啡。跟喝吃喝没关系，他们在干嘛？聊天啊，聊天是为了约会。约会之前，这俩是陌生人，他们要见面问好，认识。他们俩接触不到。打给我打。天哪，我们赢了。第一个字，哎，可以，第一个字。第二个字，嘎嘎嘎，哇哇。亲吻，亲，怎么听到亲就怂了呢？什么亲？啊啊啊！相亲。好，回答正确。好，浩存了，快，浩存来。为什么不敢了呢？来，下一题。天哪，好难呀，这个。嘎嘎嘎嘎嘎，五个字来。嘎，电视，嘎，望远镜，嘎，坐井观天，五个字。他刚才那个手势很重要。嘎，哎，看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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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。
直播，对，直播带货，对，好好来，交换交换，漂亮，别聊天了，下一批。嘎嘎嘎嘎嘎，五个字。这个是啥呀？过过过过过，下一题来。好哦，嘎嘎嘎嘎，四个字。开。对，公公公公，开拖拉机。回答正确。下一题来。快呀、啊！嘎嘎嘎，三个字，对，三个字。嘎，刘浩存。有这么简单吗？我们出的题。你和他的不同，你是？我是男的，他是女的。啊、女。女高啊，女高中，女高。女高人，高音，好，回答正确。好，来刘浩存上，下一题。嘎嘎，两个字。嘎，一般。对，演得好，演得好。嘎，哎，嫌弃，漂亮。来。换人，来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答对了很多，可以，精彩，好，请休息。厉害，有压力喽，但有迪哥在，还不错哈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第二队宋威龙、郭成和迪哥。你们将用的是青蛙的声音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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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迪哥先开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来比划一个，呱呱。来，准备开始。哦吼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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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。哭笑不得，是个成语，对的。好难呀。这是一种什么状态？演得非常好了，真的。注意他的情绪变化。喜怒哀乐，非常像，非常像。另外一个成语，要不过了吧？过，下一题。好，老陆来，快快。下一题。啊！怎么啊啊啊！呱呱呱呱。呱呱呱呱！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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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篮球队员，篮球队了，篮球队了，呱呱呱呱！篮球裁判，呱呱呱呱！拉拉队，呱呱呱！是一个职业，对，呱呱呱呱呱！然后篮球解说，回答正确。好，来程程来 ，yes。几个字来，呱呱呱呱呱呱，嘎嘎啊，你夹子音，回答正确，好，一个下，厉害，下一题，哎呦喂，呱呱呱呱，四个字，呱呱呱，这什么？呱呱呱，京剧，什么演笑？眉飞色舞，没对了，呱，喜上眉梢，回答正确。好，龙龙来，怎么到我都是那种？好，几个字？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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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。周杰伦，四个字。唱跳歌手，回答正确。来，程程上，好来，几个字？呱呱呱呱，四个。牛啊，呱呱，第四个呱。牛郎织女，回答正确。好厉害呀、啊，迪哥！来，迪哥上。这个是织女啊。几个字？呱呱，呱呱。看书，阅读，呱阅读。
吃点菜，回答正确。哦哦哦哦！好，来龙龙上，哇，加油啊！好，那个呱呱呱，呱呱呱，那个呱呱呱呱你在干嘛？这是这个是，那个屎壳郎，屎壳郎。不不，那个牛角尖，电螺丝，电钻头，电钻钻，呱呱呱，呱啊，我这个。哎呀，这个太难了吧！穿山甲，这个有点难，这个有点难。好，那么下一个题型的比拼是粤语版的《心有灵犀》，规则呢，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粤语来描述啊。我们会有两种牌子，蓝色的牌子是形容词，然后黄色的牌子是主人公。头上气球爆破的话，还是一样，答题结束，答对几题积几分。这好难哦。首先要上场的是我们的孟子义和范世琦。哎呦，哇，加油！两位一看粤语都非常的自信啊。谁说你们决定啊。我说吧，对我说吧。你猜，你在这是猜的。啊，我猜吧，因为我不会说粤语。我粤语很好的，相信我。好，但是你结束了之后你们得换，在气球爆之前来回说，了解了吗？那我先说，对，先撑一会儿时间。你只需要把这个牌子选一个，然后这样立刻。不是，一蓝一黄。对，一蓝一黄。这能赢吗？可以的，别换啊！准备计时开始。好，来吧。哇，这个很难说。你知不知就你知不知在校园的时候你会喜欢上一个男孩，你们之间的关系叫做？在一起，关系呀，关系，我非常中意他呀，爱情。难道要用粤语了？啊，我也要说粤语。当然啦，爱情。喂，让你说粤语不是让你唱歌。主打的就是一个什么？陪伴。耶，第二个，梁果基呀。分分钟都无可梦跟他见面。什么？这首歌叫什么？初恋。呀呀呀呀呀！接下来的地点。这是什么山呀？在眉毛上。什么？哎，啊。你自己看看你说的是什么？我说的再差也比你说的好吧？互相不要攻击，快点。哦，峨眉山。啊，对，猴子后面还有一个是。谁叫？啊，对。你知不知吗？你在写的谁？哎呀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你看呐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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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他们在演的就是这个词。呀，你知不知啊？你知不知啊？知唔知啊？吵架。系啦，连起了。吵架。好，然后最后来这个人物啊。最后一个字。好。大象。呀！第二个字。不要跟我害羞，答题快点。葵仔怎么也呀？亲啊，对，第二个字是亲。亲相。这是咩呀？错。啊。呀，这是咩呀？对。哎。呀。对。什么亲对象啊？亲对象。亲对象。什么亲对象啊？我
救命啊！什么情对象啊？你，你亲对象。第一个字和第四个字是一样的。第一个字和第四个字像，相亲对象。粤语讲出来。相亲对象。算你过吧，算你过吧。来交换了。好难。来吧，来吧，到你了，范范。我觉得炸吧。来吧，直接炸吧。这太难了。哎，你挑边边的，感觉边边的简单。简单吗？容易很多。两位请休息。孟子义真是一点粤语都不会哈。我真的不会。好，那这次呢，稍微答对多一点点题目的呢是早起社。厉害啊！那么最后获胜的队伍呢，也就是早起社可以分15个徽章，而早睡社可以分10个徽章。那么就由我们的社长决定社员进去拿徽章的顺序。你肯定是最后一个。为什么我是最后一个？因为你和秦霄贤，我更信任秦霄贤。你是最后就是倒数第二个去拿的，所有币都拿走啊。然后你们两个我都很信任。那你给他留一点哦。我知道了。我也不太信任老秦，基本上就把剩下的都拿走。我更信任秦霄贤。好，来，请各位来到各自的空间。那我先公布呗。啊，要公布吗？当然要公布啊。还公布啊？当然要公布啊。哇哦，哇哦，尴尬啦，弟弟，尴尬啦。我也没有想到。是这样的啦，他们那边呢一共有10个徽章啊。哦。然后弟弟就在这10个徽章摸了好久啊。哦。他开始拿了5个呀，就只剩一半了。最后的时候转身又拿了1个呀。原来是同命相连呢。小丑是咱们俩，我这看出来了。老秦和范范进去，就摸着那个空空的那个托盘，摸着这原来是长啥样的。我现在都不知道 B 长什么样，我不知道。B 长啥样？我给磊看看。好多好多来比呀。哦，哎呀，这个样子都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看。好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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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马上进入到下面的环节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的这个比拼呢，其实大家知道，在大学里面非常有可能会产生心动的、懵懂的爱恋啊，所以呢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心动的情景考验了。是的，现场呢我们会给一段特定的场景呢来进行考验。每轮呢我们会考验检测助演社员的心跳，然后让他心跳更高的可以积分，4轮总积分更高的队伍获胜。好，那首先呢我们有请助演社员是刘浩存。好，我们考验的顺序呢是龙龙、范范。首先龙龙请就位。这个规定情境是这样的，课间你看到暗恋的女生想拿书架上的书，因为太高有点拿不到，你走过去为了能帮到她，此时你会哇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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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输给你，这样我就不会输给别人了吧？我就不会输给别人了吧？听到了吗？
一，哇塞，一百三十一，我的天哪！太会了吧！啊，真的，救命！哇，一百三十一，厉害到了，非常好的成绩，太帅了！这给后面的挑战者带来了极大的威胁，压力太大了。范世奇、图卢斯，请上场，来吧，好。加油啊，范世奇加油啊。课间你看到暗恋的女生想拿书架上的书，因为太高有点够不到，你走过去想帮她，此时你会够不着啊。找宋威龙啊，找我干啥呀？找宋威龙啊，找我干啥呀？心如止水了已经。哎，这个心率，咱玩的不是心跳，这个心率上去绝对是因为愤怒。你差点没给人聊正题。我怎么赢？我赢不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你也没有必要让他往下降啊。我玩的是他心率最低能到多少。真的真的，范世奇做了一个让女生心如止水的表演。对，好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那么我们这一轮积分更高的就是宋威龙，131。接下来的助演社员是宋威龙。好，我们的考验顺序是浩存、子毅。好，这还有比吗？好，来准备啊。但是比你还差一点。哎呦，比你还差一点。哎呦，没事没事，131。好，来，这是浩存的挑战成绩，请休息。下面换我们子毅，来，子毅加油！好期待，子毅，你该上绝活了。不会的，加油，上绝活。你和男朋友在路边。祝贺孟子义的挑战成绩是135，辛苦龙龙。第三轮，我们的助演社员是丁晨星。两队要来接受挑战考验的是子义和浩存。孟子义先就位。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情境是什么。子义，你和你的暗恋对象在教室里面等待上课，看到他侧脸很帅，你有些心动。你就想用手机拍一张照片，然后呢，没想到被他发现了。于是男生呢对镜头打了个招呼：“嘿，你在拍我吗？”这是你的台词啊。嗨，你是在拍我吗？非要演成一个这个广东的这个爱情，而且重点是他从上一个环节之后，他就一直这样讲话了。只要是你说的，我也听不懂。然后呢，为了缓解尴尬，此时你会。然后就会当当的声音，就你开始演，好好吗 ？OK 啊，来准备，
你和暗恋对象在教室等待上课，无意当中发现他的侧脸很帅，你有些心动，想用手机拍张照片。结果被他发现了。他朝镜头打了个招呼，说道：你是在拍我吗？为了缓解尴尬，你会？对，你好帅啊。对，你好帅啊。我想跟你合拍一张，可以吗？我立马飙到115。哇，115了！115哎，可以吗？那你来拍。哎，啊，快拍！好。好，最高达到了115，谢谢孟子义，来，非常的直白。接下来是有请浩存来进行挑战，同样的题啊。好，来准备啊。好。你和暗恋的对象在教室里等待上课，看到他侧脸很帅，你有些心动，想用手机拍一张照片。结果被他发现了，男生对镜头打了个招呼：你是在拍我吗？你是在拍我吗？为了缓解尴尬，此时你会？我是在拍我喜欢的人。我是在拍我喜欢的人。你们看小丁的耳朵。小丁，好好好好好好。小丁，救命救命，雷要不要去死一死啊。接下来到你了，子毅。下面我们的挑战助演社员是孟子毅，另外我们还有一位这个演出者是郭晨。我们要考验的顺序是大勋和老秦。首先大勋来啊。好，是这样的，我说一下这个情境。大勋，你在小卖部买水，然后你的女朋友在路边等你，你结完账的时候发现有爱慕者来加你女朋友的微信，这时候为了宣示主权，你会怎么做？这个考验的是你哦，子毅啊。哦，好，恢复一下心跳。好，来了。你在小卖部买水，你的女朋友在路边等你，你结完账的时候发现有爱慕者来加她的微信了。这爱慕者鬼，你还知道她男朋友在哈？今天天气不错。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可以加你个微信吗？我不认识你。为了宣示主权，此时你会？喂喂喂喂！哎，等一下，我这有点事儿。你不想交个朋友吗？跟你交，加一下她男朋友吧。加一下她男朋友吧。以后我们俩有什么事儿会及时告诉你的啊。这个帅，这个帅，挺帅的，挺帅的。好，来，你就给我整110了，就啥呀？你就给我整110啊！大勋的表演
让子毅想报警。好，老秦上场。老秦给我放大招，老秦给我整大招，来一个200，厉害的，来给我整点大招，老秦。哎呦，你站起来。我站起来。站这儿等。为什么？你就站起来，站这儿等。为什么？哎呀，你就听着吧，你就站这儿，你就站着。他配合演出要你对。你去给你女朋友买水，她在路边等你的时候，有个爱慕者过来加她的微信。我郭成啊，他有点像偷东西的，偷东西的。哎呀妈！哎，哎呀呀，这么巧啊！你好。这么巧。既然这么巧了，加你个微信吧。嗯，不好意思。为了宣誓主权，这个时候你会。哇，帅！喜欢他很久了哈。哇！我看出来哈，长得是美的。135，哇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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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最高啊，最高最高。那么经过最后的比拼，这一轮呢，双方打成平局。既然平了，作为社长呢，我特意准备了一份惊喜，然后来慰劳大家。是的，我和大勋哥一起去探店了，然后去必胜客帮大家找了很多的美食，我们一起看一下吧。来。哇，这环境真不错啊！来吧，那就开点吧。这个和这个，再来个双拼的吧。双拼。哎呦，太丰盛了！他们家的披萨特别香。哇，你看，哎，他们家这个用料好丰富，还能拉丝儿，你看。哦，真的，现剪现做，超级好吃。哎。我们一会儿选两款带回去给他们尝尝，好吧？哪几款？咱们要不要玩个游戏？一会儿玩你最喜欢玩的3、2、1，看这边吧。赢了呢就吃一口，然后可以把那款披萨带回去给他们一起吃，好，对吧？好。3、2、1，看这边。好。3、2、1，看这边。大家这样不都吃完了吗？嗯。要不咱们其实把这些都打包给他们，够豪爽。那我们就全部打包。所以我们就全部打包回来了，来吧来吧，这个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口味，来大家可以品尝一下。这个吃披萨还得吃必胜客，嗯，下一把呢来我们的团披萨广告，刚好诱人看着，嗯，好好吃啊。你别说啊，魏哥哥一人还怪好的嘞，快尝尝这款爆浆榴莲披萨，都是现点现做的，热的口感最好。他们家的和牛超级至尊披萨也超好吃，特别香，要不要大家一起尝尝？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分徽章，因为这次大家的平局，所以呢我们一共会有20个徽章平均的给到大家，那么请两位社长来安排顺序。我们俩必须得有，我俩必须有一个人先进，因为我俩空袋。不行，我要让小丁先进，你给我起开。我看他能留多少个。他第一，你第二。行，弟弟让哥哥玩玩，弟弟让哥哥摸摸那个币子。他们仨一伙了，下面谁？我。哎妈，你等一下，你有问题，老先进吧。啊，老先进，快点，那你没了，那你完了。对不起了，来我们公布一下呗。啊，子毅这边非常的精彩。对呀，丁程鑫怎么就又第一个进了？完了，你们这儿分崩离析了。弟弟第一个进去之后就用手比了第一排，我说哦，你就拿这牌是吧？他不对吗？这一列给他们留着。可以可以，我就剩这一排。是吧？挺好的。我拿这么多都投给你的，你
你不想骗我。我不会，我很信任你的，相信我。好，所以呢，现在是大家的目前的这个徽章数量又有了变化，请两位社长站到前面来，我们继续选择队伍。孟子义快把这四个人得罪完了都。别这样。来，准备，开始选择。我走了。我端水端的这么好，不会还有人想离开我这个队伍吧？三，快来，没事，他会的，最后会有的。对对对，最后会有的。一，时间到。我真被拽过去了，弟弟是被硬拽过去的。现在由大勋来进行反选，你最多只能留下四个队员。那我肯定还先要我们之前的这几位，这三位我们念念相忘的。后面三个，后面三个，把我们仨踢回来。你再把迪哥选回去，再把我仨踢回来。小丁来，你先回去，你再给我卧底一会儿。卧你个头！我坚持住，给我。你把我弄回去算了，还把我什么卧底说给人听。不是，主要是我觉得现在剩的这三个都是卧底。今天这期没有卧底。那么现在呢，为了守护自己的尊严，我们要进入最后的擂台赛，请各位换运动装。非常帅气的亮相，感觉又像是一种惩罚。是的，疯狂被喷，冰凉啊！这俩大高个一下一下后脑勺一直在被喷。好，为了让这一次的这个社团招新更加的紧张，我们打造了这个擂台，接下来有小游戏会在这个擂台上进行，然后呢也累积这个积分来决出最后的胜负。马上进入第一轮的比拼，叫做三二一，看这边。首先第一轮要进行角逐的是丁程鑫、范世琦，负责泼水的是魏大勋、老秦。你来玩吧，我想跟你玩这个。哇，世纪对决啊，秦霄贤和丁程鑫。我只负责泼水。加油大勋，咱们就玩干净的好不好？不，我肯定不泼你。肯定不泼。好吧，弟弟和范范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是攻方，好不好？弟弟先攻，来，来喽，石头来，来喽，石头来，石头剪刀，你玩哪款游戏？业务生疏了呀，弟弟，业务生疏了，太久没玩了，对，太久没玩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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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哪有你这么泼人的呀？这泼人就哪有你这样的？我这泼慢了，属于泼慢了，你学坏了，你是。那我也不能不泼呀。1-0，范世琦进攻。3-2-1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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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对啊。3-2-1，看这边。3-2-1，看这边。你对啊。你别动，人没成功的时候，你不能拿水。不能直接就拿杯子呀。我的。别动，动静好大。来。3-2-1，看这边。3-2-1，看这边。一，看这边。3-2-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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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这边。哦，赢了。哎，干啥？完了，我好不容易赢了，兄弟。赢了，干什么呢？在干嘛？怎么回事，老秦？你也业务生疏了？啊？我知道了，老秦没有想过我会赢。对，没料到是不是？不相信他是不是？差点都要泼了。你在逼我泼。丁程鑫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哇！你泼什么呀？3-2-1，看这边。哇！你泼什么呀？
磕碜啊！你磕什么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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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回又反应过来了。我这个，你咋跟梦姐一样啊？梦姐现在都不这么泼了。哦，我去把了，我去把了。结结实实啊，这一瓢。我没有想到他一点都没倒，他可能以为我会赢呢。来，准备啊！来，准备，现在二比一，范世琦进攻。等会儿，我再捋一下。捋一下，就是你先，怎么玩来着？相信我，拿好水杯。哎呦！那我不管这个了啊！不用管，绝对不用管，相信我，好吧？这么自信，好，来到范范进攻。一二三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那我不管这个了啊！不用管。漂亮！说到做到，说到做到。我说第一天不用管，难过难过呀！说了不管就不管，相信我，只拿水杯。我可以泼吗？我可以泼吗？对，你可以泼。你们俩换一个，我可以你来玩吗？对，老秦，老秦，可以，老秦来玩。哥，老秦，你还是这个业务比较厉害。对，老秦跟弟弟，嘿，来了。现在场上比分3-1，哎，坐这儿就对了。我主管哪个？哦，对，直接把盾牌给撇了，来吧。李孝贤进攻，来三二一看这边，来三二一看这边，三二一看这边，三二一看这边，跳，三二一看这边，跳，跳。我没东西给你挡啊。我没东西，好，4-1，依然是秦霄贤进攻。这把我可拐弯甩了啊！你要保证他两边是平衡的，这把来，来三二一，看这边，坐，坐，坐，好。张鑫进攻，现在4-2，你自己泼呀、啊？哎，可以啊！啊，你们俩泼，自己泼，来！别，这样不热闹，四个人都有水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样热闹啊！哎，玩这么大呀？为什么这个游戏永远有新的玩法？我的天，每次这个玩法都不一样的，怎么？好，来了，准备啊！还有战术啊！哎，但不管输赢都破，就是如果对，如果中了，大家都不会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丁程鑫进攻，掌声比分第二。大一看这边，大一看这边，不管输赢都破，哎，你们搞什么？赢没赢啊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没赢。弟弟主打的就是一个不好好玩。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我赢了。你以为什么？我以为我赢了。给我坐那。这我觉得弟弟得罚一分，倒扣一分，倒扣一分，现在4-3，4-3，倒扣一分。好，来啊！现在大家随意，好吧？想拿就拿。哎，不用这样，范范哥太厉害了。我彭伟老师，我干啥呀？好，现在场上比分4-3，4-3，由秦霄贤进攻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我打！
场上比分4-4，决胜局来，快坐下，决胜局来坐下，坐下。丁程鑫进攻，丁程鑫进攻，决胜局。来，这边已经开始按摩了，来来，准备。三，坐下玩，坐下玩。二，一，看这边，来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拖倒，拖倒，三三。秦霄贤范世奇获胜，祝贺蓝队，你证明了你自己。这个游戏怎么越来越湿了？感觉，没想到这湿透了，弟弟啊！没有。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杨迪和龙龙，互相泼的是子毅和浩存，请上场。宋威龙刚一直练的，加油啊！没玩明白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还打算坐这儿哈？确实没玩明白。呱呱呱！你坐那边。这椅子已经对。怎么坐下就湿了呢？准备了啊！要拿一杯水、哦。可以先拿一杯放在前面，对，可以先备着啊。哇、哦！那个浩存和龙龙理解这个游戏吗？大概？帮他挡，你也要帮他挡。我好害怕、啊。就是都可以拿这个是吧？你不可以，因为我泼你。哎，你泼我。对，好。OK。你拿这个保护他哦，你就这样保护。好的，好的。你还得叫你不可以两个都拿哦。不拿，我不拿了，我现在。有点紧张啊。我也有点紧张，是同步了。对，同步了，同步了，龙龙就输了。然后我就得拿这个。子毅就会泼他，你就拿这个挡住保护他。加油啊！来，准备，石头剪刀布决定进攻方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好，一个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二一，看这边。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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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一，看这边。破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！一个记一分。刘浩存，刘浩存。本来没有泼那么远，他又自把这个水给打上去了。不是，重点是他同时拿了一个水和一个盾，盾过去保护的时候，水也跟着泼了过去。但还好，浩存，你的这盆都在盾上面，还没到他脸上。我现在。非常会玩这个游戏，是不是？对，好，绝对不乱玩哦。没事，这个游戏需要慢慢理解的。会了哈，会了哈，来准备，龙龙进攻，一个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，挡得漂亮！好，挡住了，挡住了，挡住了。哎，但是龙龙你不能跑啊、哦，我不能躲，你不能躲，对，你不能躲。好，来2-0啊，现在来。哎，你先啊，不，还是你，还是你，龙龙进攻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嗯，看这边，是怎么还想接回来呀？还想把它捞回来吗？放回杯子呀？浩存主要是想帮我报仇，说吧，就想泼，我就想泼，好，来，迪哥进攻，来，往下，还是三二一，看这边，哎呀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哎呀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！哇，漂亮！挡得漂亮，挡得漂亮！哎，你好厉害呀！不是，龙龙下意识的要躲，但是呢，刚才确实是他挡的也很厉害。哦，他都能挡住。现在3-0，因为浩存发现现在只需要练习挡就行了。龙龙加油 ！OK， 来你了，赢一把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
干嘛呀？什么？什么干嘛呀？我以为要挡就挡，干嘛夹子？哎呀，来吧来吧。紧不紧张？紧张，紧张。我已经赢三，我都赢三局了哈。是，我都赢三局了，加油，威龙。三、二、一，看这边。三、二、一，看这边。三、二、一，看这边。漂亮！哇，太简单了。四局他看了三次下面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别一直往下面，你每次都往下面。对，你每次都往下面。已经被你迪哥发现了。已经被我发现了。发现了，你知道吗？ Okay。你试，你先练一下左一下右一下，练一下，你先练练，我给你点机会。来，我们试一下啊，这边来一下，这边来一下，这边还是习惯往下。好，来，现在练好了，练好了。四比零，龙龙四比零，还有最后的翻盘的机会吗？龙龙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好乖呀，各位们，五比零。最近有点落枕是吗？就五比零，祝贺杨迪和孟子义。我第一次玩干了，干了，我天哪！练习了半天，发现自己头没有练。我现在太会玩这个游戏了。我知道，我看出来了，你非常的清楚。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。最后进入到的是水枪版三二一车轮战，刚才那轮没有玩明白没关系，这一轮是一 v 一，是这样啊，三二一看这边，只要赢了你就可以进攻对方，不能躲，其他的队员也可以在旁边一起参与。来吧，谁先说？咱俩好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子毅先进攻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看这边，哎，这赖皮啊，这赖皮啊，你玩什么赖呢在这儿啊，看两个方向不行啊，啊，这什么呀，大雪，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他就算错了一下也没有必要这么攻击他吧，大雪也是老实也不躲，没事，帮你转回来，跟我帮他卸妆，好，现在大雪来啊，大雪来进攻，三二一看这边，三二一看这边，三二一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！哇！哇！刚帮他卸妆。好，好，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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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谁撕我一枪啊？谁也撕我一枪啊！我看见了，但我不说是谁。好，你要不要上来报仇？小丁，迪哥上，准备。那我们先出击。先进攻的是杨迪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魏大师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乱了，来，我要对宋威龙。谁上？谁上？程程上吧。来来，谁先开始啊？你先。来，来来来来，你们俩。你先打，郭成先打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哎哎哎哎哎！这个也属于斜上方，斜上方。郭成获胜。
好，杨迪淘汰，下面范石琴上。不能躲哈，不能躲。哎，秦霄贤还没玩，但是他失踪了。为什么我这这么湿呢？来，现在范石琴进攻。干啥呢？准备。一定会输吗？一二三，看这边！一二三，看这边！一二三，看这边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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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郭晨获胜，最后秦霄贤。谁在呢？谁在吃啊？我为什么要吃他呢？没人了，咱们这回该你了。现在已经只剩最后一个秦霄贤，而我们黄队还有丁程曦、宋威龙和刘浩存没有上来吧，看看老秦能否绝地翻盘。哎，你们在开发布会呢，干啥呢？往后上一上行不行？说一下吧，老秦说一下。请问说一下。好，来准备，秦霄贤进攻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最后的得分，早睡社可以分25个徽章，而我们早起社就是大勋这个社可以分配20个徽章，请社长安排顺序。我可以相信你们吗？我可以相信你吗？可以，我们俩这么不让人相信吗？可以啊。那你去吧，你第一个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去。你别说了，去了。老秦先来是吧？哎，我后悔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倒数第三都是17个，所以呢6位都要接受惩罚。下面就到了我们的社长人气投票环节，怎么投呢？请社员们依次前往我们的这个投票区，将你们所剩的徽章贴在你支持的社长下方。下面我们请大勋和子毅到这儿来，两位社长啊。要不我先来。好，你先来。谢谢大勋哥哥。来啊，我相信我的那个社员，我觉得你们就是一定会投我的，因为就是大家一起。你放牌？放心好了，你放心吧。我觉得我们其实在整个玩的过程中非常开心，然后我们那个组员得了很多币啊，然后大家虽然接受惩罚很多，实在最后也是没有办法了。要不然就都投给他，我们一块接受惩罚也可以。哎呦，好，你这么说就投给你，就不如你的愿。好，来吧，第一个投票谁先来？程程来吧。都给他吧。完了，我感觉他们都投给你了。下面要上场的是杨迪。我吧，我就8个。迪哥。杨迪，你想想这几个币是从哪儿来的？想想他分你那个时候的嘴脸是什么样的，气死我了！我都要给你分，是你石头剪刀布不如人家。哇哇，是你自己的问题。我马上要投票之前还在羞辱我。哇，你
瞧好了你。哎，不要。最后，丁程鑫请出发。小丁的这一次投票非常的关键，小丁将直接决定我们这个的胜负，真的。大勋哥，答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过程。今天大家玩得很开心，别想那么多。开始安慰我了。这是要给他的，对对，这给他的。我们一起。弟弟，弟弟，投你了，感觉不是在我后面想的。小丁。最重要的是过程。来吧，马上揭晓。就按照你们站的这个顺序，很重要。请转头，请转头。最后要惩罚的是大勋社长。祝贺子毅70.5个勋章获胜。你再看这位棒不棒？啊！谢谢弟弟。你不谢谢老秦吗？不是，我是说老秦。啊！谢谢你。不用。都没看着你。现在我们来公布最后的惩罚。其实呢，今天最终的惩罚也不叫惩罚，而是一次有趣的社团生活的体验。怎么说呢，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早起社团，一个早睡社团，这其实都源自于我们当代大学生自发组织的这个起床协会，是像北京大怎么说？语音这个就必须是本人起床。是的。补充益生菌，畅享每一天，伊利每一天提醒您下期看点。好料街联名长相思特辑拍摄，欢乐多。我非常期待的一个创作叫做《相思好料街》，是一个联名的特辑，争夺女主角，他们使出浑身解数。不好意思，让一让，不让。小妖。你需要一个老妖吗？我许你那座山，我还给你，请让让。哥，我事业上可以为你拼尽全力，但今天在感情上，我得为我自己争取。你，请让一让。哇！但凡我有的，我皆可给你；若我没有，我帮你去寻。哇！小妖，愿你有处可去，有人相依；愿你一世安乐无忧。我希望这次把那个机会给柳哥，让柳哥跟小妖有一个搭档配合进攻，谁才是默契之王？没有牌，来，看这边，来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来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来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。你不是说你听懂了吗？这个游戏谁玩谁紧张。极限二选一，谁能留到最后？我和大兴演你男一号谈恋爱，选一个。慎重想好。这是什么？我能退出这个游戏？选择一个人，和你在荒岛共度余生，你会选谁？剑刺走了，相柳来了。我会选。真不得罪人啊，毕竟也是上过很多综艺的女人。下周六晚7:30，相思好六街，不见不散。你好星期六首届合作伙伴伊利每一天，补充益生菌，畅享每一天。你好星期六超级合作伙伴必胜客，必胜客好六，好吃好玩又好六。淘宝你好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。
彩看不够。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您好星期六，上淘宝好货好价淘不尽，感谢首席合作伙伴伊利每一天，补充益生菌畅享每一天，感谢超级合作伙伴必胜客，必胜客好六，好吃好玩又好六。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，参与话题互动，解锁更多节目玩法，锁定你好星期六，接下来很多精彩内容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，期待。今天玩得非常的开心，那么以上就是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淘宝冠名播出，上淘宝好货好价淘不尽，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，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，你好星期六，你好漂亮，感谢你好漂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谢谢大家，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，下周还有什么精彩内容，下周见，再见。